Hello，今天我们要弄肉松卷，还有我们要弄两个，我们好了一些，我们要八个 egg 好了，收收，这是蛋白，还有我们用 white 的，还有这是那个蛋黄，剩八个蛋黄 mix up。我现在我们要倒这个 120， 我们的是健康盘，放在里面。我们倒这个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倒牛奶 100， 还有油在 100。I'm gonna be back later. Bye bye.在 mix， 刚刚我们 mix 油，还有糖，还有 milk， 还有现在我们要 mix 一下，然后我们倒这个，我们要 slowly。现在我们要打发这个蛋白 with 这个 machine， 还有我们会 get you later， 还有那里有 sugar。再放在这里面 to mix。现在我们在打发那个 egg， 然后我们用三次 of 那个 100 sugar， 我们倒三次。刚刚我们切好我们的葱，还有 be careful for your hand。你就像这样子，还有这样子，还有这样 move your hand。现在我们准备肉松还有芝麻，这里是肉松，这里是芝麻，还有你刚刚知道这些，刚刚我们这些我们刚刚没，还有刚刚我们 spin 这个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两个 mix together， 我们现在在倒鸡蛋，所以我要 mix it， 因为我要放这个 video 在 YouTube 的。你就弄 5 years old kid teach you how to make dumpling， 你就看见我的那些，在大人的 YouTube 不可以看见，在小孩的 YouTube， 我在小孩 YouTube 看不见我的 dumpling maker， sorry， 你只可以看在大人的 YouTube， bye bye。 没有Preheat 300度，然后小心哦，一点点。那因为我放在这个 oven 的东西，我撒肉松还有芝麻，我要，哎呦，嘟嘟嘟嘟嘟，我在弄这个葱啦。我觉得现在我可以放芝麻。刚刚我已经放很多葱还有芝麻，你喜欢葱你就放很多葱， if 你喜欢芝麻你就放很多芝麻， if 你喜欢这个肉松你就放很多肉松。我很喜欢肉松，所以我也会放很多。还有我等会吃一个。现在我们 ready 了，所以我们要放在 oven， so 20分钟啊，我们等会 see you 20分钟。When 我们会拍一点点 of 我们在我们 made 好两个，而且那么大。我们弄好20分钟，我们现在 take this off， 就像这个，所以我现在 take this off， 你看着我，黄酱，我好了，我的 happy face 我要弄开 ，oh fine， this is just a sauce， 我先我放点，等住，这一步就把卷。取来，没弄好我们的肉松卷了，现在我要